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是发过死不拉顿了吗？现在这个影片是，哎呀，别担心啊，我们也不是只有喜欢死不拉顿这个游戏而已啊。别忘了，本频道是很爱可爱风、像素风，只要是美术极佳的游戏啊，基本上我们是一定都会喜欢的。所以之前很红的一部游戏，后来还追加中文化的那个 RPG， 你有想起来了吗？没错，就是《歧路旅人》这个横空出世的像素 HD2D RPG 游戏。当时出来的时候可就吓死本宝了。由于有年纪的大叔，也就是在下小弟我，小时候就是玩着这些像素游戏啊长大的。毕竟当初的硬体能力有限啊，所以游戏开发商会尽全力的把游戏性及剧情做到最佳。然而现代大部分的游戏都是走一些拟真啊 3D 的路线，很多游戏对我来说相对的游戏的耐玩度就没有那么的强的，但是不是说所有啦。但是《歧路旅人》当时出现的时候，就让我再一次回到过去的感觉，深深的爱上了。那么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啊？一样是直面会出现的史克威尔公司开发的 Project Triangle Strategy 这个游戏呢，它也是一样是点阵像素风的，延续之前的那个 HD 2D 风格的战略角色扮演游戏 SRPG。这次的舞台呢是这个诺泽利亚大陆啊，那大陆上拥有三大势力，有这个格林堡王国，然后艾斯佛斯特公国与圣海桑德大教国，哇塞，实在是有够难念的，就是有这三个大势力这个样子、啊、然后为了争夺这个稀有的资源盐与铁而展开的盐铁大战，听起来好像什么调味料的争夺战一样。那这个战略的 SRPG， 我想有很多专业的玩家一定都已经知道啦，其实就是那种棋盘格式的那种游戏，有点像以前的那个炎龙骑士团啊，或是天使帝国啊。那当然这个最起源最早的日系 SRPG 应该是那个圣火侠魔录吧，如果我也说错的话，再麻烦大家帮我 debug 一下咯。那这一次的游戏也有加入这个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个像这种棋盘格，它都会有一些地图上的高低差，就是站在不一样位置打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这样。比如说弓箭手站得比较高，他打的范围比较广，然后好像也有加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魔法属性相生相克。其实呢，今天这个影片除了告诉大家有这一个歧路旅人延续性的游戏之外呢，重点就是它的体验版竟然已经上线了、欸、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。这个发售的时间明明就是2022年，但是史克威尔就是佛心嘛。然后还有大家最在意的一定就会是说，哎，这种游戏都出日文，这样我又看不懂，英文我也看不懂，那到底有没有中文版啊？我告诉你，有，因为这一开始我去看的时候，它体验版下面都会写说它有什么语言，有繁体中文，你就不用等更新追加啦。这个实在是太开心，我真的实在是太开心了，我也不想要多说废话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就要先去玩体验版，然后我再做影片给大家看哦。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，如果大家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顺便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我先去玩体验版啦，拜拜！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